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收看的是庙会小学堂的现场直击直播。今天呢，我们是淡水大拜拜的正日。那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们的专家简友庆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淡水大拜拜啊，还有我们清水祖师他的一些由来。那我有一个疑问，先提出来问老师好了，就是我刚才一路上过来看到了。写蓬莱老祖，我们不是压周叔公吗？蓬莱老祖是什么意思呢？好，因为这个就要讲到说我们这个淡水清水岩的这个祖师公的由来了。因为我们这一尊最老、最原始的这个清水祖师呢，我们称为蓬莱老祖。那他是从在清代的时候呢，原先是供奉在泉州福建，就是对岸，的这个泉州福建的安溪的蓬莱的清水寺，就是清水祖师的祖庙，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是算清水祖师他自己辟建的道场。那后来他就是成道之后呢，那个就变成他的祖庙嘛。那就是在清朝清领末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祖庙的和尚呢，因为那个寺庙要修建，所以他就请着这一尊蓬莱老祖到处去化缘。啊，就在半路就遇到了这个海盗呢，就把他的那个盘缠全部，连那化缘的经费全部都偷，就被打劫走了。那就他就流浪到淡水。他真的是流浪到淡水，是流浪到淡水，不是唱假的，是真的流浪到淡对。水。那后来呢，就是他就在这个淡水的码头呢，就跟大家化缘嘛。那后来这个以这个庙方的说法是说，后来就遇到了那个一位姓翁的头人。他的那个祖籍也是这个泉州安溪县，因为我们知道说清水祖师他的这个算这个原乡的信仰就是以安溪安县为溪主。那后来呢，他就是用钱呢把这个祖师买下来，然后这个和尚他就有钱回去大陆。就是这样。那因为为了要纪念他的由来是从这个安溪清水哦，这个他的小地名就是叫做蓬莱。他小弟名叫对对蓬对莱对对对对，嘿，所以就是称为蓬莱老祖。蓬莱老对祖，对所对，以就是这样就子。是最开机那一尊，就是会吊鼻子那对一对尊，对就是对当时对对，候姓翁的这个逃郎从和尚的嘿，手上请对对过来的。对对对对对对，就留在淡水复习一了。下，昨天老师有讲到，只有在这一个淡水大拜拜的时候，老祖才会才会出来，出对不对？巡呐、啊，嘿，一从般二零一他六都年之后，2016年之后，一般来讲他都是在庙里面定钉这样子。那老师要不要再跟我们复习一下，他那个鼻子为什么像庙鼻贴这样子呢？哦，哈哈，他本来鼻子是好好的。那是，传说就是在祖庙的时候，昨天有讲到这故事吗？好像没有，没对不有，对？对对好好，对，可以就拿掉。是有一次呢，就是山贼潜入这个清水寺，那结果呢，在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的嘛，然后就在偷东西嘛。结果后来那个周叔公显灵，他就用鼻子一直发出声音啊，到底是什么声音，他还是没有记载。哦，然后后来之后，那个山贼就很害怕说，说啊，那个周叔公把那个庙里的和尚啊，那些管庙的人吵醒，然后他就发现说是那一尊周叔公神像在发出声音，所以他就用三刀把他的鼻子给削下来。Oh my god！对，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哦，这个在这个乾隆年间的安溪县志有记载到，是真的是有这有件这事件情。事是真的有这件事，就是他用对。他的鼻子刷存在感，然后就被山贼发现，就是你在刷存在感，我没就有，过去因把为你就鼻子是捏发下来，出这个警报刷器出的警声音，报对这样对对对子，对就对是知道说我虽然神像在这里，但是呢，我是真的武灵无对瑕对这个对对坏对对对，蛋这样的概念，真所以就把它的，割下来。对，所以所之以后。之后就是只要遇到一些天灾地变，或是有什么事情要指示信徒，他就会落笔。是这样子。我听有一个故事是好像也淡水这边之前有地震还是什么，然对。后他鼻子就掉下来，哦，然那后个是在这个最有名的是在石门，石门对对对对对，在清同治年间的时候，那你知道他那个鼻子他掉下，他不会掉到地上哦。好有趣，那他。在台湾各地，就是北台湾有请这个蓬莱老祖的这个传说的话呢，他如果掉鼻子的话，他的鼻子都会吸在那个树干上或是电线杆上面。嘿，那之后你要怎么找得到它？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传说。它会吸附在那个树干或电线杆上。对，然后大家就是在绕境就发现说，那个周叔公的鼻子不见了，那所以大家赶快找啊。那后来之后你要怎么找到它？传说这个我没有遇到，但是这个很多人都这样讲哦，就是有遇到的这个情况的人都是一样的说法，他说会发出这个蝉的叫声。它
出蝉叫声，就是夏天的那个蝉叫声。哦、OK， 对对对，所以还蛮合理的。周叔公的逻辑还蛮合理，就树干上或电线杆上，对对对，它发出蝉叫声。它是飞笔啊，它会飞到那个树干上、哦、okay, 这样子。Okay, 对对对，好神奇哦！所以就是因为它是从蓬莱这个地方来，对对对，安溪的蓬莱，蓬莱，然后它叫蓬莱老祖，蓬莱老祖，所以是。嗯，周叔公不是周叔雅，对，老师在跟大家，是叫周叔公，因为这个是闽南地区，包括我们台湾也是受到闽南文化的传承嘛，是，那所以都是讲周叔公啦，周叔公，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一般讲周叔雅是指谁？周叔雅就是那个行业的守护神、啊，行业的守护神哦，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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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今天是，所以我们不是和尚，我们叫周叔雅有点奇怪，对不对？不是和尚，对对对对对对对，周叔公，好不好？当和尚，不要称他周叔牙 ，OK？ 好，所以今天我们整个淡水大拜拜就是迎我们的周叔公、蓬莱老祖、嗯。今天是正日，正日，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居民他会板豆请人客。哦，我们现在就看到，对对对，待会就是板豆的这个，就等于说这是淡水人的一个过年的概念。对对对，因为整个淡水就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嗯，那今天。我们除了绕境的阵头之外，还可以看到一些信徒随乡。那这些信徒我就好虔诚哦，因为昨天安四方就有人就在那边了。对对对，其实这两天都有啦。是是。哎呀，那他们随乡的话，其实他拿的东西也很特别。是什么？拿些什么东西呢？一般我们其实北部的随乡哦，其实以前各个聚落也都很普遍。是。那后来现在我们就是目前就是淡水就是还保留蛮传统的形式，他会拿一个响啊。对，有一个篮。那里面会放一些拜神的一些贡品，一般都因为随乡都是经过那个寺庙的话，都要进去参拜，还要烧金纸。Okay.那所以他的那个贡品都很简单，他就是早期他是用那个瓜包，你知道什么是瓜包吗？不知道。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没有那个放在神桌，然后不是有一个狗啊轰，然后五个叠在一起，用红丝捆起来那个，哎、欸，那个是狗啊包。对对对，然后你就经过一间寺庙，就进去拿一个瓜包，然后拿一叠小叠的金子，然后在那边烧香拜拜，然后金子烧完之后就往下一站走这样子。Okay. 那当然就是除了这个贡品跟金子之外，就是还有随香灯、随香旗、随香灯，那个灯大概就这样。对对对，小小是竹编的啦，竹编的灯，然后我就看到信徒呢，他都会在匣拿放一个那个灯、嗯，然后甚至有些信徒自发性的、嗯，他自己里面有放一些平安饼发给大家一起吃、哦。对啊对啊，那你知道那个灯其实以前是要点蜡烛那个，是是是，那可是他又不能真正的点着，因为你这样子走来走去，他会烧起来。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一般的话就是在去庙里祈拜，就是。一开始要出发之前要跟主事公报告，然后要骑马的时候里面会点燃那个蜡烛、啊、可是我有看过有趣的现象，点燃的时候不小心它没有插好，它就会倒掉，然后就灯笼就烧起来了。 Oh my god， 可是烧起来他们也不以为意，他们就赶快讲一个，就像说碗弄破我们会说岁岁平安、那灯笼烧起来我们要说什么？叫出丁啊，出丁啊，就出丁，对对对对，人丁兴旺，人丁兴旺，对对对对，好特别、哦啊、所以也是一个好兆头啦，好兆头，好兆头，对对对对对，就是淡水大拜拜、淡水人的过年、我们就是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好事，对对对对，那今天还有什么正日，还有什么特别的几个点，老师可以建议大家去那边等、然后等、因为可能有些朋友想要从其他地方来，那有哪些点你比较推荐？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去到这个水堆这个地方哦，哎、或者是说淡水的那个福佑宫庙前，福佑宫庙前、他们那些阵头其实都表演的蛮久的，是那对啊，或者是捷运淡水捷运站前面、淡水捷运站前面对对对对，其实你一出捷运站就可以看得到了。那老师，我想请问，淡水除了南北宣之外，宣色很就是很早期很蓬勃之外，对对对，还有什么你觉得值得一提的阵头呢？当地的阵头。比如说像是何义轩啊，何义轩，对啊，对，然后当然就是什么平安师啊，平安师，对啊，对，清水龙就是我们这些淡水的这些在地的阵头，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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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今天也都会出来这样子、所以很欢迎大家。现在我们大概几点会入庙呢？哎、欸，这很难讲哎、欸，考倒我了。表定可能表定啊，我先说表定时间可能是七八点左右，但是实际上呢不确定。然后你看我们整个淡水现在是。轰隆隆的，整个淡水全程都热辣辣的，所以呢，大家如果疯狂到几点啦？对，不晓得疯狂到几点，一年一次。然后老师也是昨天
来，今天也来。然后我们刚才有直播老师这个唱那个悲观曲，挂词的部分，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想复习的话，我们都有收录在我们的直播当中。然后等一下，小编也会跟大家直播我们的入庙，还有一些精彩的点，所以真的不要错过了。我们也会随时访问来老师啊，或者是有一些宣社的总干事陶郎这样子。那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发问给我们，我们会来找专家回答你哦。你是不是？是不是报喜啊？好啊，但是你只要在只要在网上发问，然后小编呢就会帮你请教老师。然后谢谢，非常谢谢老师接受我们这一趴的访问，谢谢大家，大家等一下见喽，拜拜。帮我们直播按赞追踪好不好，各位？谢谢啦，拜拜。